近年来，吴亦凡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唱歌表演两栖发展的他俘获了万千粉丝的芳心。随着跨年夜的来临，吴亦凡也成为了各家卫视眼中的宠儿。近日，吴亦凡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据悉，吴亦凡已经确认加盟江苏卫视春晚，会将搭档乐坛老炮演绎经典老歌，一展歌喉大秀唱功。至于吴亦凡在即将到来的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究竟会演唱什么歌曲，导演组则表示演唱曲目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有可能是老少配，让他和乐坛老炮合唱演绎岁月经典老歌。他和乐坛老炮合作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火花，着实令人期待。不少网友纷纷猜测吴亦凡将在跨年夜小秀魔术功底，至于是否真的如网友所愿，只能等2016年12月31日揭晓了。